小贝的大儿子布鲁克林宣布订婚。你知道贝克汉姆的大儿媳有多漂亮吗？贝克汉姆大儿子布鲁克林未婚妻尼可拉佩尔茨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富裕家庭，早年是一位运动员，专攻冰上曲棍球。尼可拉的母亲是超模，父亲是纽约的亿万富豪。布鲁克林的未婚妻尼可拉如今是美国的知名女演员。2006年尼可拉出演个人首部电影《闪亮的圣诞节》，2010年在动作奇幻电影《最后的风之子》中饰演领导者凯塔拉，2014年尤其出演的科幻动作电影《变形金刚4绝技重生》上映，尼可拉凭借该片入围第16届青少年选择奖最佳突破表演电影新星奖。2016年尼可拉出演喜剧电影《青春俄勒冈》，如今布鲁克林和尼可拉已经宣布订婚，贝克汉姆和妻子维多利亚对这位准儿媳十分满意。